我而家就喺油塘站啦，去紧油塘嗰边海滨。之前话深水站等亲海众嘅隔篱嘅邻居叫卫林东岸，开放咗现楼嘅视频啦，可以俾人睇。塘一出就系一个大本营嘅商场，嗰边几方便嘅。呢笪就系大本营嘅商场，其实你可以经大本营咁样嗰边行上去嘅。咁你可以见到成个油塘区都系呢啲工厦嚟嘅。咁工廈其實而家就都冇乜人做工業嘅，而油塘而家最為人詬病就係有個水泥廠，私人發展商會逼佢走，政府都會逼佢走嘅。尤其使咗20,000蚊尺價買嗰啲海景單位嗰扎人，一定好想佢走。呢樣嘢需要時間，前景係明朗嘅。哇，今日好大風。如果有揸開車嘅朋友仔都知道，呢度係其中一條考試路線嚟嘅。沿路其實都冇瓦遮頭嘅，純粹步行應該要10分鐘左右。呢個就三家村遊樂場啦，公園後面就有好多私樓啦。嗰邊就雲安嘅，住喺呢度最主要就享受個鯉魚門嗰個海灣，係為咗近個市區，然後有個海景先過嚟買呢度嘅啫。如果你問我油塘同埋將軍澳現階段我中意邊度，我中意將軍澳多啲嘅。油塘仍然需要一個比較長啲嘅時間去繼續發展嘅，所以都睇個價錢咯。第一口價好似17,000幾 ，OK 嘅，高層嗰啲賣到去過20,000蚊尺就唔係好划算。佢而家又減翻落。系16,000，价格系减咗20%而有高层咗，咁相对嚟讲又抵买翻。价格嘅改变都好睇成个周遭环境，成个楼市嘅气氛。而家个气氛就唔好，入市其实一个几好嘅时机嚟嘅。有啲人就好想买嘢，但系佢又惊个市价跌，佢希望摸到个楼市嘅底部呢样嘢，我真系觉得。哇！我现在已经不是3岁小孩了，我已经是4岁了，你不要这样耍我嘛！顺住呢度就会见到个泊船嗰啲位啦。一般嘅衣食住行可以满足到，但系你要有一个好大嘅商场，呢度就真系冇。你要好有方便性，呢度都仲差少少。我哋嚟到海滨啦，咁你会见到鲤鱼门啊，咁嗰度就食海鲜嘅地方。呢部车要睇啦。咁就係泥頭車，油塘嘅特色物啦。誒，嗰邊就係海澳灣，佢有啲好細嘅康放式或者係一房啦，周租或者係上車用嘅，有啲船啦。有呢度就惠林東岸啦，就我哋睇嘅新樓。其實有一個好大對比嘅，呢度就山清水秀。然後後面就一啲工廠區，然後有啲新樓起緊。我身後面即係工廠後面黃色嗰個就係長實嘅親海眾，應該未封頂嘅，會起高上嚟啦。佢而家都減咗價嘅，價錢劈完之後再劈，其實都幾精彩嘅。前面就係三家村嘅碼頭啦，可以出海嘅。然後呢度有人釣魚啦，同埋啲水好清啊。咁我哋最主要今日嘅目標就係睇呢個。行到去海婆王其实是靓的，只不过前面那个水泥厂真的没什么办法。泥头船那些。但是个海靓的。然后这里可以出海的。吃海鲜都在这里。里面啦或者在这里都可以吃的。想看这里的一线海景，因为没看过。咁呢度就係佢嘅銷售中心，發展商就係中國嘅五礦啦。傳聞佢做玻璃嘅工藝應該係最好嘅。先講下惠林東岸嘅基本資料，佢位於油塘崇信街18號，共有4座，提供688個單位，實用面積由271尺去到1,000多尺都有嘅。入伙咗冇幾耐啦，現時賣嘅價錢大概15,000-16,000尺啦，一線海景就大概20,000尺，對比以前嚟講係減咗20%嘅。同埋佢內園好靚，佢分為兩階，都足夠大。Exactly 個樓盤位置咧，你由呢度咁樣順過去，然後穿過嗰個遊樂場，就行過嚟呢度。咁最大嘅發展區就係呢度，上樓睇睇。哇！呢邊有會所，哇！其實好靚。呢度已經入咗伙啦，基本上每個人都可以逛啦。然後呢度你會見到海景嘅健身室，望住條遊輪，好鬼正。健身室。然后有啲卜台嘅乒乓球室，然后就啲海浪艺术场。
这个我做瑜伽的，整体上就大同小异，最特别就望住个海去游水去健身去读书，哇这个顶级的享受，个价钱都不贵，$60嘅全海景，我哋等阵再睇。平台真系几靓嘅，同埋好舒服咯，即系两个世界嚟嘅。呢边就全部都系楼工地，呢边就新楼，有花园，靓到呕血，仲有埋海景。喺个平台度都望到海景。月饭咁行到嚟呢度咧，真系舒服嘅，即系好似自己屋企有个私人嘅公园俾你慢慢行咯。好。唔该你，哇！呢度走廊就大概咁阔啦。我哋睇紧1.52尺嘅四房海景单位。入嚟呢个工人房，呢间工人房就真系大，同埋 A 单位系一个大位，同埋佢有自己嘅私家 lobby， 佢有自己嘅工人厕啦。基本上呢个工人房就除咗俾工人瞓之外，都应该会摆埋杂物或者系干衣洗衣机。咁呢个就自己嘅私家 lobby 啦。大单位就一个子木门啦，比较开车啲嘅。佢成个厅就一线海。哇！同埋呢个一线海望到烟花噶。OK。咁呢边就厨房，呢边就入门口位，入门口位呢度仲有一个鞋柜，细细地，偷少少位。然后呢度转入嚟，一间套房，海景嘅套房。左边就港岛东，然后就浴室淋浴区，佢隔外拉嘅，你见到真系嗰啲壁龛位置嘅，佢嘅细水房都好大嘅，海景。下次用料应该 upgrade 咗嘅呢啲大单位，另外一间睡房啦，之后就主人房一入嚟呢边就系个衣帽间嘅位置，呢度就可以做晒衣柜啦，然后再转入嚟就一个主人浴室，豪宅嘅标配啦呢、这个五件套贵妃缸，维多利亚嘅浴缸。好貴嘅成嚿嘢，呢、這個主人浴室係好貴嘅用料嚟嘅，居然係做埋嗰啲弧形嘅淋浴間啦，即係俾你沖住涼咁樣望住海景。不過佢呢個用咗一個膠，我就唔係好中意。如果係靚啲就應該一塊玻璃，不過應該幾貴。然後浸住浴咁樣享受你嘅海景，超正。呢、這個就海景。转角窗呢边就望翻鲤鱼门嗰边海景啦，靓。我哋睇埋个厨房，呢、這个厨房就 U 型嘅，好正。工作台面非常之好，同埋佢系两边嘅洗手盆，然后一个伸缩嘅，成个厨房我真系好中意。台面够多，有两个星盘，一个伸缩嘅水龙头，一个大雪柜。哇！煮饭真系一流到呕血，应该未去到极点，最起码加分。都系需要时间嘅，你系 feel 到佢隔篱系真系比较嘈少少嘅，但都 OK 嘅。